间，哎呦，快速的十分钟，这都你弄的？对，我弄的，因为我妈今天还没来。可以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我跟她不熟，加点辣椒的话，炒一个。可以啊，是吗？你如果没削皮的话，就很难咬。哦，好像你这样一讲，好像要削皮耶。是不是？我说了，多年的经验告诉你，要削皮。因为都我妈炒的，我怎么知道她有没有削皮？你妈也有可能没有削皮。不可能，都是嫩的。那就有削皮。虾，哎呦，好红的虾！红红的虾，红红的虾！二妹，不要只抢我的东西！这虾吼新鲜好吃的话吼就是这样子，一转，哦，它的壳都不会粘在身上，这样子下来。我去了。嗯。怎样？很糖很甜的。这跟技术没有太大关系，烫虾而已，不是吧？哎，就是因为这跟技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虾本身好是比较重要。因为我只有加了一片姜下去，然后烫烫。哦。嗯。完全不用沾任何东西，就这样。这么厉害。OK。没关系，先把你喂饱。来。我看到刚厨房那一堆，我就觉得有点累。怎么会有把厨房弄得那么脏？当你的厨房助手一定很辛苦。所以炒菜并不累。真的，做菜其实并不累，累的是后续收拾的时候。全部剥完就到去洗手。嗯，好了，我好了。没关系啊，多给你一点啊。不要我吃饭，没吃饭啊。嗯。你不要啊，这样 OK 了。然后你还继续实施你的无淀粉计划。当然没有啊，中午破功欸，对啊，你就是一直说要吃清风卤肉饭啊，清风卤肉饭那怎么办呢？能不吃吗？我们到了古亭站，清风卤肉饭也只有卤肉饭而已，他也没有其他的东西给你选。你可以喝肉跟汤配清汤啊。哦，是这样子啊，然后看我吃卤肉饭。以后我知道，那就以后交给你慢慢形容，我就只能形容肉跟汤跟青菜哦。没啊，我们两个在那边在还在挑哥哥的玩具。我来挑那个美国队长，噔噔噔噔噔。对，他要从他想要从他的头开始咬，还是从他的脚开始咬？去旁边吃啊。我最近就是一个大魔王。嗯，你不是喝够了吗？然后他拿我的电脑，拿拿来，真的？耶、yeah, ！我播完了。我先洗手。啊，先洗手。这茭白粉，我不知道我煮的方式对不对，我只是觉得。我妈煮的很好吃，那我觉得应该是差不了多少。
那你觉得跟你妈煮的味道一样吗？不一样，我妈煮的比较好吃。差在哪里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茭白笋是很容易熟的东西，不用炒，应该你炒太久了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那么的。哦。应该盐不用加这么多，有加盐吧？我加一点点而已啊。还有胡椒。我加黑胡椒啊。嗯，可以啊。没有，我不是加胡椒粉。不用加胡椒粉。嗯。我觉得不错哎，以后我做菜教给你哦。你说我还是太弱了，以后交给你。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你，太弱。是哈。嗯。以后交给尤娜好了。好啊，还是你训练尤娜跟阿尤去煮饭吧。妈妈实在没什么见。中破塞。但我觉得尤娜是吃。哥哥是做。妹妹是吃。嗯嗯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嗯，因为阿妹看起来像吃货。嗯，我觉得 OK， 但有点是不是太软？但这我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煮饭一定要有人心疼。饭我下次都不煮了。嗯，好吃吗？这个虾煮的真的超好。这个虾，嗯，你刚才在吃茭白笋。其实我觉得茭白笋弄得不错啊，很下饭。你没有饭啊？对。下次我觉得可能焖它的时间再短一点。没有下次，因为我不会再买茭白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会煮啊。不过我觉得这样弄不错啊。这个没有挺好吃啊。那还没看都很想吃。没有。那只有买回来做，就是加在盐水鸡里面煮，真的吗？其实茭白笋很好用的，你看，嗯，你买完削完皮，切完之后，对，然后呢，你切大块一点，嗯，然后撒点盐、胡椒、哦，然后去烤箱烤一烤就可以。哦，你说日式料理都这样子用，日式料理的茭白笋、嗯，或者可以像我们的七味粉，可以撒点七味粉。哦，好像也是。我有看那个串烧店，它是有加那个美乃滋七味粉下去用沾的，对，就种在旁边哦、嗯。其实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法。但它有削皮吗？当然要削，日式料一定要削皮。它已经削好之后拿下去烤，对，还是削好拿去烤。哦，这种。直接整个拿去烤，然后你自己剥皮，那种是偷懒的做法。哦，对啊。那就不用想，他就拿起来就丢进去烤、啊。因为日式料理店不是都这样吗？就整根拿下去烤。其实削，然后他自己再剥皮这样子。有一些削掉，有一些是帮你削好、弄好之后放去烤。哦。对。当然，那比较高干啊。对啊，还要削皮。嗯。嗯。我以前就常常帮茭白笋削皮。好像我之前，我好像记得，我好像应该，我应该是用错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他的那个？就是那个拿回来一整只啊，它旁边是不是要切刀，然后这样子就不用削了？切刀。就在它的皮那边划一刀，然后它就可以把外皮怎么样剥掉，剥到最里面，它就可以不用削，就是最那个。还没有，还是要削，是不是？那个是没有办法弄掉，那个要削掉。哦。
粗的那一个，你也可以吃，但是你要好吃的话，一定是要削饼。他要爬那个箱子。因为通常小白笋削皮，它就很好咬啊。那不削皮的话，有的人说你就直接这样吃，当然也是可以吃，但是你的外层就是比较粗。了解，好了，好吃饱了。好吃，希望以后还可以再吃得到。我觉得还是交给爸爸好了，大家觉得呢？当然是交给你啊。好，算了。叫我妈来煮好消极的做法、哦、好坏拜拜拜拜。